师拿着佛铃引磬诵经，看起来似乎没什么难度，其实很考验协调度。这间金舍日前登报找师父引起讨论，寻发愿出家弘法众，能唱善音无不良嗜好，愿受教者整齐清洁，合群不斗，勤劳不懈，供餐金50000起，还用红字特别注明此为出家找工作务事，本院日常为往生菩萨诵经办法会，故非常劳累，不是敬仰之地。他可能懒，他也会受不了，因为太辛苦了啦，然后到外面去诵经等于是24小时的，这很辛苦，24小时你到外面去工作的话，可能不止50000块吧，需要用这个脑筋啊背一些经文啊，或者呢我们手脚还要很灵活，还要学很多法器。有些人看到每个月50000的供餐金就会心动来询问，一年会来6-7个，但真正坐得住的大概只有1-2位。我对你的吃菜我没问题，你为了那50000块出家不值得。询问的有很多哦，大概有上100人，询问的大半都是年纪很大了啦，60-70岁的来，这个没有办法拿，这个、拿不起来。剃发穿纱家，并深入佛经，认真学习。法师说，供餐金还可能领到10万，不过这都得看资质和后天的努力。想要当高薪的师父，还是得诚心当佛弟子，贸然尝试，恐怕会跟你的想象差很大。三立新闻王少宇、何振凤台南。